民进党有说，就是你在开掉那个安倍先生的时候，同时应该要记得中国警示警，这样是不是要停办那个双城论坛？我跟你讲哦，先回答我，我看他的媒体说什么绿营，请问绿营是谁？绿营是谁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都要直接去跟陆委会报告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就这样的哦。大陆对台湾哦有没有？我们跟大陆这有没有冲突？废话，当然有啊。他、啊、是不是关系不好？当然不好啊。他、啊、两边常常，我这样说，我每次有时候跟那个大陆有关的人士抱怨说，哎，立马被停台湾的农产品，立马修。早一点通知好不好？哦、你至少要在讲的让大家心服口服。那两天后跟人家讲，三天后要停掉。我说这个大家，就算你有理，大家都很不爽。啊、所以这样的哦，两边哦，就是因为关系不好才要交流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们不能，台北市要办什么双城论坛？拜托，每一样都是有这个陆委会报备的。你要是陆委会说不办，你就陆委会出来讲说啊，不准办，行政命令。你们不能。他、啊、什么都知道，然后又晃晃狗咬的，就我就非常生气了。